个动作早已预告，再也活不出变数。明明就有一个命途，没法逃。与你没法天老地老，当我自己的劫数。拍过合照想要寻回，寻不到。怎去逆转这结果？黑暗之中发现自己一个，沉重的拥抱过，从逢境不像认识我。发现每一张脸似灵光一现，明明位置捉到可断线，失去是爱的新言，连线索都不见，你逐渐逐渐地走远，注定来生相见，我就当听癫，跌跌碰碰失到丘比特。死了20年了。爸爸，那颗宝石不见了。不管那疑犯是什么人，都一定要抓，不可以徇私。你们居然偷听我的电话，你们有没有搞错？以后你用我的电话，我用你的电话，那就不用再烦了。阮雪，这是我们公司职员的名单跟资料，希望对你们有帮助。其实偷了那么名贵的宝石，要脱手，内行的人会比较容易一点，所以我们不排除贵公司的职员会涉及这案子。我也明白，你不是一直在怀疑毛林舍的吗？我不是只针对他，我所有的线索都会查。其实我最近收到的消息，不知道对你们有没有帮助。什么消息啊，程太太？我王府有些朋友是宝石界的老行家，他们收到消息说最近黑市市场有人想卖那颗宝石。这么急于脱手，那他一定是急需要用钱。要是就好了，我们可以快点抓人了，起码可以证明莫尼斯是无辜的。哦，做事做事。程太太，原来你是善美孤儿院慈善基金的主席啊？啊，我是代主席，这是我王夫他生前设立的，他说我们要回馈社会，他特别关心孤儿。那真是要谢谢你了。为什么？我就是在善美孤儿院长大的，如果没你们这些热心人，我看我没有今天。话也不能这么说，你有今天是靠你自己。我看你这么本事，我知道你一定会帮我找到宝石的。尽力吧。喂，大家都走了，你还不走啊？陪你吗？你也没走啊？不用了，你看看，多少资料没看，你先走吧。不行，虽然这里是警局，不过你一个女生在这里呢，也不是很好。要熬呢，就一起熬。不过你别告诉我这么多资料你今天要全看完啊？当然要看完了，不看怎么帮莫宁 sir？ 对了，你在查什么？我呢什么都查，我已经通知了所有线人，看看黑市市场那边有什么动静。喂，说实话，你真的是孤儿？没听你说过啊。这种事别提了，我从小到大都是自己靠自己。靠自己有什么不好？大男人当然要靠自己啦，对不对？哎，别说那些了，记不记得小时候你那间孤儿院旁边呢有间叫亮记糖水店，我以前那常去光顾啊。我小时候也经常去啊，那说不定我们小的时候就见过面了。哎呀，一说起来真想吃啊。那我们现在去吧。不行啊，你看还有这么多资料没看呢，不能去了。哎，那我去给你买回来不就行了？好啊，我最喜欢吃他们的招牌货红莲炖雪蛤。不过算了吧，每次去那儿排队都要排半个小时。没关系啊，你开心就行了。真的？很快。小心开车啊。Yes, madam. 喂，时间多快啊！还是受不了，要回家睡一会儿。喂喂喂，让让让让，走开走开！
为两位大姐比资料多，哎，连站的地方都没有，我还是先走。喂，全部都是 confidential 啊，这么多机密资料你全都隐匿了行不行？啊，Morning Sir 呢就什么也不怕。姐姐，你有侦探头脑，你帮帮忙看看吧。如果 Morning Sir 知道你这么关心他，他一定很感动。你觉得他真的会感动吗？喂，又是没声音。喂，嗯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 Morning Sir 手机搭线的电话记录。家里打来，老妈打来，洗衣店打来。喂，这些打了问号的是什么意思？这些应该是查不出来从哪里打来的。咦，这几个时间不就是无声电话？是不是打错而已啊？一次可以说是打错，可是几次？刚才刚打来，可能是这个电话。你觉得有问题啊？这几个无声电话呢，就是案发前后这几天打来的。如果打来的这个人跟这个案子有关，那后果，别人就会误会莫尼斯跟他是同党，他们想嫁祸莫尼斯。难怪呢，这几天他这么倒霉啊。姐姐，你真聪明，你这样想到，还是你最能帮他的忙。哎，我的行动不方便，怎么能帮他呢？最能帮他的人是你啊，全靠你了。我先马上通知他。地址就在这里附近了。屋主叫李文强，莫尼斯尔，你真的不认识他？不认识。那就奇怪了，你不认识他，他又常常打给你，要是打错一次还说得过去，每次都打错，哪会有这么巧的事吗？还有在丘比特之星不见的前后常常打给我，肯定有问题。我也这么说。石晶，其实你把这些资料给我就行了，你不用陪着我了。你已经帮了我很大的忙了，万一你有什么事呢？怕什么？你现在又没有枪，什么也没有，赤手空拳，太危险了。怎么说啊？我还有一支枪，万一有什么事也安全一点。总之这次谢谢你了。你跟我要不要这么客气啊？何天光，你怎么解释？解释什么？你约那个买家在这儿见面。什么买家？他什么都不知道，资料是我帮他找的。你知道我们在查他，于是就来通风报信让他逃走，是不是？我根本不认识什么买家。是啊，志高，我们的证据还不够啊。在这里看见他就是最好的证据。不关猫宁死的事，是我带他来的。我那天把你引开，让你去买甜品，然后把文件拿出来影印，看到搭线号码才找来的。你没搞错啊，你还是不是男人呢？利用女人做这种事情，你说什么呀？说什么不行，回警局再说。丘比特之星在哪儿？我也想知道。如果宝石不是你偷的，那买家为什么三番四次打电话给你？我说了很多次，我也觉得这个电话有可疑，所以我特别注意他。我找到他那里，结果他就跑了。有没有这么巧？拍戏啊？事实就是这样。不过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，凑巧正好刚刚遇上。现在事实是，你利用事情帮你找资料，打探消息。等我们差不多找到买家的时候，你就去通风报信，放他走。你要这么说，我没话说。你当然没话说了，你自己犯法还不够，你还利用女人干这种事情，你知不知道你这样会害死诗晶的？我根本就没利用他，是他仗义帮我的。你还这么说，你知不知道你这样会害死诗晶的？你知不知道？干嘛打人呢？喂，冷静点，你为什么还要帮着他？他利用你啊！你现在寻思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知道，我偏要帮他。什么事啊，林爷？志高问话问的怎么样？疑犯很不合作，什么都不敢说。不过鼎爷，我有个要求。说。我要求搜查令，搜查疑犯的家。我有理由怀疑贼赃藏在疑犯的家里。你有没有搞错啊？
好，我也是照正常程序办事。你叫我的。哎，走吧，走吧。李世京，你留下。什么事啊，丁爷？坐下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不用再查这个案子，你放假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放假啊？你把查案的资料告诉天光，你知不知道这样影响很大？光是这点，我已经可以开除你了。丁爷，我……不用再说了，交出配枪跟证件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月姐，不好意思。你不要再翻了，我家里没有啊。是啊，这里是厨房，没有啊。啊，四儿，厅里没有。上天台找。你咋要上天台啊？不用了吧？啊。哎，志高。把柜子全打开。啊。衣柜里全都是衣服啊。不是，月姐，全都打开。妈，我来吧。你是不是找麻烦啊？你没看见我在办案吗？志高，怎么说同事一场，要不要做得这么绝呀？他这种坏蛋就知道利用女人，再绝也做得出来。志高，我。哎呀，糟了糟了糟了！哎呀，我的老唱片啊！不好意思啊，月姐，不好意思。哎呀，你也太过分了吧？什么？你搜别人的时候还打烂了很多东西呢？我就多说一句 ，I'm so sorry。Sir， 搜遍了，上面没有。是，没有没有，没有。好了，哎，走吧走吧走吧。啊啊，月姐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，月姐，不好意思。哎，走吧走吧走。哎，走走走。对不起妈。能不能站好啊？我真没用。你被人冤枉，我都帮不了你。现在连你老爸送给我最有纪念价值的老唱片，我都保不住。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你老爸。不会的，爸爸知道，他一定不会怪你的。你怎么知道啊？你不信，我让爸爸跟你说。我会跟他说。我经常做梦都跟他说话。我要你跟妈说。我现在就跟你妈在一起了，我陪她买唱片呢。老公，喂，你妈叫我呢，一会儿再说。不好意思，真的没有。你再帮我找找，麻烦你了。什么事，老婆？她说那唱片绝版不出了。啊，这不可能吧？喂，小兄弟啊，我老婆最喜欢那张唱片了，麻烦你啊，无论如何也帮我找一找，多少钱都行。哎，你疯了，算了。什么算了？你喜欢的东西怎么能算了呢？三倍价钱、四倍价钱全都行。先生，不是钱的问题，我们真的没有这张唱片，不好意思。这怎么成的？不要紧不要紧，我们去别的地方找。家里那张还能听？不是啊，家里那张唱片啊，听着听着就咔咔嚓这样。那不更特别？哦，那倒是啊，独一无二啊，全世界啊，只有你跟我才有啊。真受不了你！哎，白天，喂，喂，跟谁通电话？小天光。小天光，他上学了，老公，你没什么吧？去医院看报告吧。哎，我差点忘了，医生，你有没有搞错？我得了癌症。那这张 X 光片呢？已经看得很清楚，你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整个肺部。我看你要有心理准备，跟着呢，我会给你做一个化疗，加上药物的治疗。你不用灰心，我们会尽力帮你。想不到我是这样死的。哈，我就知道你刚才是硬撑的。什么？
我没事啊。不当警察，小意思吗？我这么年轻，有很多工作能做啊，我去做空姐，干什么都行啊。哎，你还保存着这幅画？这幅画呢，是我第一天当警察，有个小女孩找不到妈咪，后来就画给我的。还说舍得不当警察？舍不得又怎么样？现在轮不到我做主，好像有点后悔啊。我李世金啊，做了就不会后悔。那你不觉得这次的牺牲很大吗？为了 Monica， 我觉得值得。哎，真是个傻丫头，爱情是盲目的。姐姐，你也写了不少这样的故事了。我那些故事的女主角啊，没你这么笨呢。那你别怪我没告诉你啊， Monica 她的感情迟钝，你呢就要主动一点，不然她什么都感觉不到。真的？那我应该做些什么？来，我知道你很多办法，你快点教我，快点教我。世金啊，你真是个好孩子，放假还来帮我打扫做饭，现在还要洗碗。没关系的，月姐，这些只是简单的家务活，你别这么客气了。哎，月姐要倒垃圾啊，我来吧，我来，我来。不用了，很脏的。不怕，没关系。把你的手弄脏了，不好意思。大婶啊，麻烦你。不客气。哎，何太太，你儿媳妇啊，哎呦，长得漂亮又有礼貌，你可真有福气啊。妈，电视怎么这样啊？啊，管理处说天线有问题，会影响接收啊。哎，电视机的画面这么跳，那屏幕上的人影会不会是这么造成的？这么说也有可能啊。要切换画面，他们会在哪里下手呢？儿子，先别想了，他来了一天了，你陪陪人家。陪谁啊？儿子，吃饱了，你陪世金出去走走，散散步，帮助消化。好啊。街上有什么好走的？其实也没什么好走的啊。Marlins， 月姐，我不妨碍你们，我走了。再坐一会儿吧。拜拜。拜拜。我送你。有空常来玩啊。好啊，月姐。好啊。小心点啊。儿子，哪有像你这样的，怎么能这样对女生呢？哎呀，你追女孩子爱搭不理的，也不送她也不陪她。你说什么？谁追女生？诗金从天亮就来了，又打扫又做饭的，还洗碗，刚才还倒垃圾呢。一个女朋友应该做的她全都做了，你不会告诉我你不知道她喜欢你吧？啊，诗金喜欢我？啊，我怎么生了一个这么糊涂的儿子，瞎子都看出来了。你也别让我提醒你啊，人家诗金啊是个好女孩，你不喜欢她呢，快点跟人家说，别害了她。怎么说呢？我一点也不觉得。你不会连这种事也让我教你吧，儿子？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行程表，一会儿呢我们就去逛街，逛完街呢就拍大头贴，拍完大头贴呢我们就去喝咖啡，跟着去看电影。我知道你平时很有规律，所以呢把时间都定好了。哇，要不要这么多节目啊？那我们今天是第一次约出来玩嘛，是不是？哎，我刚才买了个苹果派啊，现在要去拿了，你等我一下。喂，阿山。喂，满不满意你的行程啊？原来是你安排的。你知道你这个人啦，反应迟钝，你啊记住一会儿跟我妹照贴纸照的时候要活泼一点。喂，还有啊，你要注意他有没有系鞋带，他那个人很粗心。就这样吧。喂，我看你全都弄错了，你挂我电话真是的。我想约你后天去看丘比特之星，你是否有空？我刚才在宝石上看见丘比特，你有没有看见？你后天有没有空啊？什么事啊？我有想，我想。想什么呀？我想提醒你吃药，今天要吃，明天要吃，后天也要吃，记住啊，啊，记住。啊，我什么都没看见啊，哇，我只看见一些光闪来闪去的，不知道是什么。苹果派，热乎乎的，很好吃的，你吃不吃？你的鞋带松了，快系上吧，不然绊倒了。是啊，真的忘了系鞋带啊。
还不寄？你不会帮我系鞋带的吗？师姐，我看我有话要跟你说清楚。那你是一个很好的女生啊，工作努力，很负责，还很讲义气。哎呀，这些心照不宣了，何必说出来呢？我看你有件事误会了。其实我对你没那种感觉，你明白吗？什么感觉？你说什么？我知道你喜欢我，不过这种事不可以勉强的。是不是因为我是你的下属，你嫌我像小孩子？不是，我可以改的。不是的。我知道，姐姐说你没有交过女朋友，你是不是不习惯？你不习惯就当第一次认识我，就当第一次约我。不是，师姐，没那种感觉就是没那种感觉，不喜欢就是不喜欢，你明白吗？何定光，你太过分了。喂。喂，你有没有搞错？这么跟我妹妹说话，还不去追她？你怎么知道？你在哪里？我叫你快点去追他，快点啊！哦，哦，师姐，麻烦你开车。师姐，喂，我妹妹呢？她走了。你刚才为什么跟她说那种话？你这样对她很伤害她的。今天我要是不跟她说清楚，那她以后会更伤心。我妹妹有什么不好啊？她什么地方配不上你啊？她对你这么好，这么关心你，她为了你被顶爷停职，她现在连警察都当不成了。她停职了，干嘛不跟我说？你什么都不知道，她为了你牺牲这么多，你对她好一点行不行啊？一样归一样，是我知道她对我好，那我也不会因为这样就对她有感觉的嘛，我不可以骗她的。你知道什么叫感觉吗？你这个人感觉迟钝，她对你好你什么都不知道。我不可以因为她对我好我就有那种感觉。是，你可以说我感情迟钝，可是有些事我是可以感觉到的。那就像你也关心我，你也对我好，我对你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。什么？我对你那种感觉是朋友的感觉吗？真是朋友的感觉？我不小心把你的短信摁出来看了，你看看，你那天明明约我去看丘比特之星的，是不是？什么？短信上没有善款，谁说我约你呀？我约出版社的朋友嘛。真不讲理！你明明看见丘比特了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说没看见呀？什么？那我真的什么都没看见吗？希腊神话里也说了，丘比特之星会看见丘比特。那识字和看过书的人都知道，有什么好特别？我对你只是朋友关系，你别胡思乱想。算了，当我会错意。你呀，快去哄我妹妹呀，不然连朋友都做不成。哎，阿山回来了。是啊。姐姐，有甜的喝。对不起，不是给你的，湿巾呢？哎，那个傻丫头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刚才很生气的回来，那进去后就不出来了。是啊，叫她出来吃饭也不出来。会不会是双失啊？什么双失啊？失业加失恋。你别胡说八道了，你姐姐现在还不够烦吗？我进去看看她。湿巾，哎，起来啊，你最喜欢喝的甜汤啊。甜汤？咦，哇，好啊。是什么？雪葛红莲啊。哇，好棒啊。哎，睡了一觉好像没事了。我们是年轻人嘛，很快就没事了。那怎么样啊？那现在猫宁舍呢，对我只是好朋友的感觉，可是我再努力一点，他就会对我有很好朋友的感觉，跟着再过些日子呢，就会有很好朋友的感觉啦，跟着在以后呢，就有超级好朋友的感觉了。总之我相信我努力一点一定能成功。哎，何 Sir， 瑞，要 update 电脑啊？我有点事想问你，现在有没有一种软件可以把电脑的画面切换的？那也就是说，我现在正在播放影带，可以随时切换一段我预先拍好的画面加进去。哦，这种技术也不是很难，这种电脑软件我们这里也有，
要不你过来我试给你看。想不到你同事对这种软件也很有兴趣啊。我同事来买过吗？哦，正好买了。不好意思，今天这里休息。哎，这么巧，你也来这里调查吗？你以为我是关心你的案子吗？我是来看看有什么展览。今天好像没展览呀。我知道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今天这里休息。哦。想去洗手间啊，来，我帮你。谢谢。不用谢。怎么这间伤残人士洗手间在保安室旁边啊？这么奇怪，为什么坐厕设计在这里，应该放在那边啊？这样没有空间转身呢。难道这个厕所改装过？找到什么？我知道为什么画面里头有人影，我却找不到了。原来，有人是从这里把那个画面插入保安室的。为什么要做个假画面？我当初也不明白，现在明白了。他想让我的口供变得不可信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有人故意设计陷害你？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也不知道。哎，何哥，又来做保安的？啊，是啊，我想问问，这个厕所是不是有人曾经改装过？哦，这间呢本来是杂物房，我们上个月着火烧了，就找了一间工程公司把它改成洗手间了。那间工程公司叫什么名字？哎，是这间啊。没人，结业了吗？那怎么查？既然来了。进去看看。我看这间公司关了很久了。可是两个月前才接了一项工程，怎么这么快结业？这个门锁很干净。好像经常有人来。哇，你平时逛街、吃饭、工作、抓贼，所有的都拍下来了。看来有人跟踪你一年了。原来这件事是针对你啊，你跟谁有这么大的仇啊？我真的不知道。过来，你看，你为什么坑人啊？你跟你爸爸都是大坏蛋。你为什么骂我爸爸？是你爸爸害死我爸爸的。你不要胡说。我没胡说，是你爸爸害死我爸爸的。我长大了一定要报仇。我知道是谁陷害我了，是刘忠的儿子。他是为了替他爸爸报仇。谁是刘忠的儿子？其实我一直在怀疑一个人。哪个人啊？我一直不明白他为什么老是针对我，要抓我，要搜我的家。刚开始我以为他是为了失惊，但是现在想起来才知道这件事不是这么简单。不管疑犯是什么人，只要有证据就一定要抓他，不可以徇私。你说什么呀？说什么不行啊？回警局再说。你是不是找麻烦啊？这种坏蛋就知道利用女人，再绝也做得出来。电视机的画面这么跳，那荧幕上的人影会不会是这么造成的？志高，他还花了很多钱买那些音响、电脑剪辑器材，你怎么不抓他？想不到你同事对这种软件也很有兴趣。我同事来买过吗？
哦，志高买了。你怀疑志高是刘忠的儿子？夜猫八戒吧，阮志刚，原来真是他。晚上交货没问题吧？没问题的，不会耍你的。你这么关照我，来喝一杯，祝我们合作愉快。差不多了，我走了。嗯，准时。警察，刚才坐在这儿的那两个人说什么？不是很清楚，只听见他们说什么交货什么什么准时。几点？在哪里？他们没说。借铅笔用用。你在这里等我。你行不行啊？还是报警吧。现在没人相信我了，等我抓到他再说吧。有人找你说你爸爸要自杀啊？不是吧，爸爸，什么事啊？天光，我知道我自己怎么死的了，我是得癌症死的，对吧？现在早晚要死，我不希望你老妈难受。我活着害人害己，不如现在死了一了百了。爸爸，你听我说，你不是得癌症，你……我已经决定了，你不用劝我了。爸，爸。那个真的是你爸吗？你爸不是死了吗？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解释，你替我给我爸打电话，一直摁着三次，摁到接通为止。喂，那打通了怎么说？叫他千万不要死。走出来。还不人赃并获？不关我事，我一上车就发现这盒子，回警局再说。干什么？要拘捕我？好，你别让我们为难好不好？我被人冤枉，有人故意把我引到这里来的。你想说什么？我说你冤枉我。你说志高？我有证据，在会场的厕所里面有隐藏的电线槽，在工程公司里有的电话和照片。我根本不让你说什么，是我的线人告诉我你今天会在这里交收，你还想冤枉我？你敢不承认吗？你说有证据是吧？我就陪你去看。
儿子，不要再劝我了。我不是你儿子，也没时间跟你解释。你儿子出事了。我儿子出事了？你是谁啊？你儿子让人抓走了。不要骗我了，我儿子那么忠实，怎么会做错事呢？有人冤枉他。我儿子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麻烦你说清楚。我没时间跟你解释了。总而言之，你不能死，你死了就没有人帮他了。我怎么才能帮他呢？我现在赶着去看他，不跟你说了，我稍后再找你。喂喂喂，天国，你不能出事。这里面有个电箱接到保安室，通过一部电脑把画面切换，我就这样被他引到展览会场里面。四儿，你看，没接口，没接线，机箱也不像是改装过。怎么这样？一天之内所有东西都没了，空空的，没线索。何 Sir， 还想去什么地方？何天光，你所谓的证据一点也找不到，你有什么解释啊？我知道，你一定说我被人冤枉，所有的证据都被人毁灭了。我们误会太深了。你说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做得这么绝？大头，别让我为难了，你合作一点好不好？连你也不信我？你知不知道他是谁啊？他是刘忠的儿子，大河的朋友刘忠。你爸的死不关我爸的事，为什么要这么报复？第一，我不知道我爸是谁；第二，我更不知道他怎么死的。何 Sir， 你怎么喜欢当作家，写王子复仇记啊？志高，说真的，真的很少听见你说你家里的事。他当然不会说了，他部署这么多年，当然要隐瞒事实了。隐瞒的人是你呀、啊！你说监视器屏幕有人影，厕所里有什么怪事，工程公司有什么照片，全都是你自己说出来的，为了要隐瞒你自己的罪行啊！你部署的这么完美，我当然拿你没办法了。头，你是警务人员，接下来的程序你知道怎么办了？那我告诉你，我不会承认的，你们不要冤枉我。认不认都无所谓，宝石在你的车上找到，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证据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儿子不会有事吧？放心吧，我叫我爸帮他了。莫林斯他为人正直，他一定不会有事的，月姐。放心，你的手怎么这么凉？你在发抖啊？是不是不舒服？不是，我有点感冒。要不要去看医生？我去看了，出来的时候还吃了药呢。何天光虽然什么都没说，不过我们有证据起诉他。那很好。哎，我儿子怎么样？人赃并获，要拘留。他没有犯罪呀。你有没有查清楚 Morning Sir 是无辜的？有罪无罪不是由我们来决定，我们只是根据证据抓人。Morning Sir 他是好人，你们是不是有什么弄错了？诗静，你看人别这么表面好不好？你被何天光利用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跟他这么久的同事，你不清楚他的为人吗？叶姐，不要不要这样。钟 Sir， 听说你已经抓到那个疑犯了，那我的丘比特之心是不是已经找到了？不错，等案子审完以后，宝石就可以物归原主了。这次真要谢谢你们了，这么快就能够破案。阮 Sir， 谢谢你啊，你很出色。陈太太，啊，你相信我，我儿子不会犯法的。小姐，你放开我。他没有犯法。把他拉开。叶姐，你冷静一点啊。叶姐，冷静。我儿子要坐牢，我怎么冷静啊？爸爸，朱 Sir， 我是何天光的代表律师。我求你救救我儿子啊！我儿子不会犯法的。放心，嗯。月姐，你放心，我们现在去看 Morning Sir。照你所说，可以证明你的证据全都毁灭了，是不是？那怎么样？我儿子要认罪吗？爸，能打脱的机会有多大？这案子也得记手，那除非这样。找到有力的证据，不然就……要不然怎么样？是不是要坐牢啊？坐牢？我儿子是无辜的，他不能坐牢啊！妈，冷静一点。放心吧，月姐，我会尽力的。不过要有心理准备，这起案子很难打。难打？我儿子没做过，怎么会难打？你是不是个律师啊？妈，你先回家休息休息吧。诗晶，麻烦你。放心吧，我送他回去。月姐，我们先回去休息。先回家吧，我没事。
月姐休息一下就没事了，不用担心。我怎么能不担心呢？现在就她一个人，我不知道她能不能撑下去。高先生，我可不可以保释外出？试试，我去试试跟周嫂谈谈啊。谢谢你。你放心吧，这段时间我会帮你照顾月姐的。她平时情绪很少这么失控的，她跟赫尔曼很谈得来，而且赫尔曼是心理学专家，应该能帮她。嗯，那我找赫尔曼开解她。对了，我爸他怎么样了？暂时劝他不要做傻事。现在我们一家人全都有事，幸亏有你。你别这么说了。对了，如果没这样真正的跟你爸聊过，我真不相信这个电话是真的。我常常跟你说那个神秘线人就是他，你有空要跟他多聊聊。但是他又不知道我是谁，我怕他不相信我。哎，那你就这样在电话上这么敲。这样就行了。这什么？摩斯密码，是我跟他之间的秘密。好，照你这样敲。你记住要跟他说，叫他别胡思乱想。嗯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你家的任何人出事，包括你。喂，小天瓜，你没事吧？喂。我不是小天光，我是他朋友高深，刚才跟你通电话的人。你怎么知道摩斯密码？是不是小天光教你的？是啊，他还告诉我这是你们俩之间的秘密。他连这些也告诉你啊？他一定很相信你。是啊，所以你也要相信我。小天光还说什么了？他叫你一定要坚强，一定不能死啊。我知道。对了，你跟他说有人冤枉他，让人抓走，到底是谁干的？是刘忠的儿子，他冤枉莫宁婶，说他偷了宝石。这么大的事啊。嗯，刘忠的儿子为什么这么做？跟他无冤无仇的，他为什么要这样？我们也很想清楚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不行，我去刘忠家看看。好，有什么消息马上通知我。每个动作早已预告，再也活不出变数，明明就有一个命途没法逃，你没法天到地老，当我自己的劫数，拍过合照想要寻回寻不到，怎去逆转这结果，黑暗之中发现自己一个沉重的拥抱过，从逢境不曾认识我，发现每一张脸似明光一现，明明位置却都可断线，失去是爱的新言，连线索都不见，你逐渐逐渐地走远，注定来生相见，我就当听